容祖儿，容祖儿，周深，系喎，容祖儿，周深，容祖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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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两只蛐蛐，就不能放一块。生生不息，难怪被称为顶级音综。不仅节目组格局高，邀请的嘉宾也更受欢迎，都是大家喜爱的歌手。拥有顶级的流量和实力，手握三大王牌歌手根本不需要愁没热度。比如周深，来世路一年桃花一过度，那一年几天时光在愁。实力稳定的像个机器人，不管什么舞台，也不管现场什么设备水平，他都是修音响的那一个，舞台几乎零瑕疵。各种鉴定假唱的博主直接把周深列为了免检歌手。千诺望着我，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留在爱你的路。周深来到生生不息，每个合唱舞台都很出圈，与搭档配合得很好，全开麦现场获韩红高度评价。韩红称赞周深的男高音堪比维塔斯，到底是哪首歌让他收到这么高的评价呢？用尽一生一世来将《可是古偶 OST 的经典之作。虽然原唱杨幂的唱功不敢恭维，但是她唱得十分有个人特色。这次周深和汪苏泷两人合唱的这首歌，周深的高音发挥得淋漓尽致，女生独唱曲改成了男生对唱曲，汪苏泷太会改编了。假声男高音震惊其他歌手，一开口全场惊艳，韩红都忍不住夸赞：“生哥是我们女队给他起的名儿，然后都管他叫生哥。”在抖哎！我觉得他特别出其不意哈，就很特殊，就他是一个假声男高音。像我们知道的，像 Vitas 啊，啊，我是歌手里面的那个迪玛希啊。他们都属于这一类的。老师快点说，这孩子快不行了，要扣不住了。假声男高音是所有男高音这个系统里面的宝贝。韩红称赞周深的实力堪比著名男高音维塔斯以及我是歌手里的迪玛希。那么这两位到底是什么水平呢？来看一下维塔斯吧，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这首星星。这首歌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即使听不懂在唱什么，也不妨碍这首歌成为经典。每个人听起来都有不同的感受。维塔斯最牛的不是飙高音，而是他的高音太舒服了。这首歌维塔斯高音可以达到 B5 到 B7， 据说是人类的极限。但是对于维塔斯来说简直是轻轻松松，这样的实力在内娱新生代里也就只有周深能与之一战了。你俩不是一般的搭。真的吗？对，特别搭。可以吗？这舞台太好了。哎呦，你还跳舞。哎，你告诉我，是主持跳舞唱歌梗接放全拿。唱不过小霞姐，唱不过小霞姐，我先走了。好，好嘞，好，谢谢谢谢，欢迎来，感谢你，我们俩还棒吗？完全不是姑秀，是 good very 秀， good very 秀，别别，我先过去了，拜拜，啊，你过去加油去了哈，我的意思了，你别来就行。天哪，又一个，哇，啊哈，他们又一个吗？走向其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
知1月5日周深新歌《中国好人》致敬身边上线，但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歌所带来的连锁反应。首先，中国好人的承办方中国文明网官微点名感谢周深，发文说感谢周深倾情演唱。而中国文明网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的门户网，是中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的门户网站，其地位之高可见一斑。然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旗帜杂志社官微紫光阁同样带话题这首歌致敬16984位中国好人，发博转发了周深演绎的这首歌。紫光阁的地位不用再说了吧。有网友说，从周深温暖亲切的歌声与反映凡硕平凡人生活的 MV 中体会出世间冷暖和人心滋味，这是真实民间生活的画像，这首歌的意义非常重大，一首贴近民生心智的好歌。谢谢钱雷、唐田、周深铁三角组合。一个人啊，都有难走的路口，我岂能